小时候呢？还吃桃呢？你再吃桃，对象都没了都。<笑>鞋呢？你鞋呢？穿上鞋，待会儿把脚扎了再给啊。光吃早上饭，中饭还没吃了还。这桃得几点？早上几点摘采的？四点。四点起来采摘。 你不能说从早上一直干到现在，一口饭不吃，是吧？卖桃去吧，姐。多大了？今年？哎，爷了，哎，奶奶了，回家了，拿着吃。哎呦，我等会回去。筷子，咸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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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。 这咱个毛蟠桃，它属于是肉质桃，你收到货它硬着吃，它是脆甜脆甜的，放软吃它的甜度会更高一些，然后汁水会更加多一些。然后这个桃的特点呢，就是核小、肉厚、汁水多、甜度高啊，等一下，看到没有？都是新鲜采摘、新鲜发货，来份尝尝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尝尝吧。